为佛像说法华经，现奉佛光，教诸道，以济他道。那以上奉光，又以国名奉光随。经言啊，佛奉离间别合相光，遍照东方万八千世界。是啊，大家人爱用心啊，咱回忆要讲《法华经》的意境。就是在四品里，咱也会记得佛说《无量义经》了后，佛陀还是定在座中不动。大家人《无量义经》听完啦，啊，佛陀呢也无有退色的意。所以大家人还是坐着，看着佛这庄严的形象，在定坐中，离间呐，放出了光，迄个光的形象，真吉祥的相，予人看到啊。心就是欢喜，都无法度去形容迄点欢喜心，人人都有感觉奇怪呀、啊。今仔日佛陀《无量义经》讲完啦，也无有要离世的意思，坐定立定在。放光啊！大家人的心奇怪呀、啊，所以不只是这个光芒照到任何人一个心，每一个人的心中啊，都是喜欢喜心，迄种莫名的欢喜，无法度细说的欢喜。不是只有在这个场面的人，好亲像一个光啊，在任何一个角落，都让人一时之间感觉世界是和平的，世界呢是祥和，人人的心啊，就是有一份欢喜的随想。这就是佛陀在要讲《法华经》啊，迄个时刻，近甲远的人呐，总是呢有安尼的感觉啦。所以，以上奉公有义，就是无共。虽然呐、啊，平常有时啦，佛以因缘而放光，确实，甲现在呢，这回的放光啦，总是予人的感觉就是无同啦，所以叫做放光随。第四品有这种放光的随相，甲一般。放光无共，这经的内底啦，就是四品啦，内面就是安尼讲，佛奉离间别合相光，这大家人应该呢，也过会记哩啊。咱听经、读经啦，都是爱时时有安尼回忆。甲经呢
记忆在内心，尤其是呢，真重要的关键啊，的名词呢，一定爱记着，爱去了解啦。所以讲，这个功啊，好功呢，诶，俗，那是遍照东方万八千世界，这咱爱去了解呀、啊。无量寿经讲了后啦，《法华经》的意境是安怎不同？放这个随相之功呢，那就是讲啊，佛将要讲《法华经》啦，这是佛陀啦，一生中呢最在意的法，伊呢一生把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就是一直深藏在伊的内心本怀，来人间最重要就是要讲这个法，众生就是根基太差了，也无法度接受，所以佛陀把这部经啊，深深藏在伊的心怀。现在时机成熟，你要讲说啊，这是一项一大事啦，真大的代志。所以因为安尼，佛陀无量义经讲完，再要讲法华经呢，这就是真深的意义啦。所以安尼就生奉佛功，教义出道，遍照这个所在啦，不只是伫这个地方，在场人人的感觉，也个有他土其他的所在，也会当感觉啊。因为迄当阵要讲七部经啊，有六种震动，大家人应该也会去哩。所以唔是干那地，迄、那个道场，其他的地方也有感觉到啊，异常，唔是平常嘛。所以异常放光有异，就是无同啦，叫做放光随啦。第二四品啊，《法华经》四品里吼，开头他放这个光在眉间、目眉的中间、下头吼，那就是真幼真幼啦，伊个门。那就是亲像绒同款，亲像绒啊布同款，下真微细啦。伫这个眉间的内底，有时阵啊，日头一照呢，总有一项真明显啦，好甲人无同的相。所以这个别号相公是对这个所在出来，经过了迄个日光的映照啦，总是呢有予人感觉异于平常，就是甲平常无同，有异啦，无同啦。这遍照东方，好像一道光，甲迄个日光啦，日的光，安尼接触着，反射出去，予人有一种的感觉啦，迄种讲袂出来的欢喜，是
异常的欢喜，这种遍照东方万八千世界。重要的是要跟大家人讲，万八千世界，咱要用心。万八千世界呢，就是表示啦，这一生之过一万，就是叫做万啦。那一生之因未完呢，那叫做八千，一万就是万万啦。八千呢，就是咱所修的行啊，所了解。80%，也未真完全了解啦。8000%呐，也未真圆满。所以佛陀循循善诱啊，将声闻之因果，希望人人弃之无明，接触佛法是声闻。了解佛法的道理，会当用功修行体会天地之间无常的道理，那就是因果。这四体十二缘的法啦，那完全接受啦，所以真多的法。能会当弃除烦恼等等，一切有为法，大家人清楚啦，还要再进一步进入无为法。独善其身无够，你爱入灵根去啦，灵根中呢，那就是如来藏，如来的法啦。总在众生群中，所以咱爱圆满呐，都爱入灵群呐。这阿未入灵群，那就等于八千，因为你知影烦恼的道理，却也未去真实体会烦恼的来源伫多位。也未发挥呢，去解烦恼法啊，利益众生，所以也未圆满呐。这叫做八千。在佛陀要讲《法华经》的时，那有的是亲像文殊、观音、弥勒等等呐，已经呢。圆满呐，这款的发心菩萨来做道场，那就是万，就是表示圆满呐。也够真多罗汉呐，凡夫等等啊，也够是在场。虽然佛陀开始讲答应要讲《法华经》。完全无法度体会的人，5000人退失去，表示呢，还佫伫五道轮回众生，所以无法度接受这超越这五道境界的人，
伊无法度接受迄个中间伊退色，这也是一种的疲劳啦，心呐也搁停滞啦。伫这个凡夫心停滞呢，充满了欲啊，烦恼无明，拢也未去用心发心要弃敌啦。亲像安尼的人，都无法度来接受《法华经》的道理。接受呢，也会把这个法提起偏差利用，这点方便屁呐，嘛讲真多哦。所以，这留落来这的人有修行的，有修行呢，但是也未到发心菩萨的境界，所以称为八千呐。虽然是第一生法的因，现在要开始破开了三性，要大家人呢入大乘法这个时啦，但是也未接触，也未圆满，所以叫做八千呐。所以又搁在表示一生真实故，义即具足。这部经是已经具足了一时实性的教法，第三机的内底啦，大别娘机呢内底所藏着真侪的宝物，表示大乘的法真圆满吼。那这义即是具足，内底有真侪呢含着的法。微妙法啦，在所有的妙法，总在《法华经》中。不管大中小法啦，都涵盖在伫这个内底里。所以咱一路一直讲过来，讲真多呢。那因缘果报法啦，咱也讲真多。时间真长以前。法的源头啊，等等呢，种种的譬如啦，等等啦，大家人也开始已经接近性解啦，这拢伫《法华经》内底吼，所以义即具足，这内底的法啦，会慢慢予大家人信受，予大家人呢圆满吼，这叫做慢。就是这部经内底呢，记住真多的道理，法拢伫内底。所以三性是方便呐，未记住过三性法，就是根基参参差差无精济，就是未精济啦，这叫做三性。有的要停在小心，有的停在中心，有的呢开始要发大信心，这叫做三性吼，也无真精济，所以叫做八千。伫遮重新提出来，甲大家人讲，就是伫这段文里呐，也有涵盖着安尼的意义。所以前面的文讲，若于梦中但见妙书，见诸如来作书诸座，自彼求众为饶说法，这是一场会亲像梦境吼。那接下来再讲，又见龙神阿修罗等。所如行沙，恭敬合掌，自见其身，而为说法。这梦境唔止干那见佛啊，佮看到佮真多呢，龙神阿修罗来到
做梦的人家己的面头前啦，好亲像真恭敬合掌啦，呀，请这做梦的人呢来为因说法啦，这好亲像有安尼的梦境啦，啊，这个梦境的内底呢，又见诸佛身上金色，放无量光，照以一切，以幻音声演说诸法，又见诸佛，搁再看到真多佛啦，唔是远远看，哦，真挖进来看啦，看到佛啦，迄个身上呢是金色的。迄、那个规个身躯啦，这个皮肤呢，安尼会当发光起来，共款哦，啊，所放出来的光啦，唔只是眉间的光，是全身都发光啦。所以这全身发光啊，这个光已经照耀一切。光上的无量啦，照耀一切啊！这是伫梦境所看到金色的光耀啦，已经普遍照及一切，嘛是发出了梵音声，演说诸法，这种见佛的光相。听佛说法，家己也伫修罗天龙八部顶呢，也来请伊说法啦。佛呢为诸菩萨，就是圣位的人来说法。那家己做梦的人呢，会向凡夫界的这个天龙八部。修罗顶顶来说法啦，这是一场的梦境吼，那这也表示呢微妙的法，不只是伫咱人间生活中的法啦，其实法虽然是看未到、摸未到，但是呢，还是迄个法还是。存在，所以咱平时常常在讲啊，道理看不到，是无为法啦。这些道理永远存在，有为法呢，有形象，咱会当去作为。哎，无为法啦，这个充满了。真多真多道理的教育，教育咱的有为法的方向，唔通偏差。所做一切的作为啦，是微妙深浅微妙啊！这个作为，咱唔通呢，一点啊都和偏差漏掉去。现实的人生，做梦的境界，咱拢爱会当用心啊去体会道理的境界，咱爱真用心去体会啦。所以接落来这段文再安尼讲，就是讲众生听法了后啦。有的人会有安尼的梦境啦，这是佛陀要甲大家人讲，梦唔通当作真，那是虚幻呐，啊是咱的潜意识。日时头，咱啊真用心的法，都是善法。你做的梦呢，都是真欢喜的梦。但是呢，唔通甲当作真，就亲像咱
人间伫咧做有为法，做过就对啊啦，爱去做对诶代志啦，做就对啊，毋通执着讲即好诶代志拢我做诶。那安尼呢，咱诶心会一直挂碍，挂碍我为你做真侪代志，那就许会有计较心。咱要弃除烦恼，连这的善法也要舍。我为你做偌多，你是我帮助的人，这呢，我是会去做善法、善事的人，所以你受我帮助。这款的心唔通有，善的事爱去做，做过就好啊。就要放下了，这叫做三轮替空。无我会去做什么善事的人，也无有什么人给我帮助过。啊，大家人拢是同款，是在因缘中互相成就。我帮助你，你成就我，真的。互相感恩啊，无有放在心的代志吼，所以啊，这佛陀讲，佛为所讲说无上法，见心处中合掌赞佛，闻法欢喜呀，以为供养得。多罗尼正不退地，好，也是赶快来用心，好好听哦。安乐行品啊，现在都要结束啦。这个文呢，大家人爱真用心哦。佛，那搁再看到佛陀啦，为所教说无上道，那就是。如实相一佛性法，现在呢？佛陀为大众所讲的法，那就是《法华经》啊，就是实相一佛性的法，是真实法啦，不是妄幻的法吼，是真实法。那另说无上道法来教化，就是用这么这微妙啦，真实一性的道法。来伫咧教化众生，这是佛陀的一大殊因缘来人间，为释放伊的本怀，就是讲《法华经》啦。大家人真恭敬，已经听出了佛陀的真实意义，这个真实法啦，所以。见心处中啊，合掌赞佛。大家人。真感动，足感恩的啊！佛陀呢，将伊的心怀释放出来，这个微妙法啊，真感恩佛啊！过去的引导教化，现在呢，真实的一实性法呢，安尼来化度吼，来感化人人啦，所以就叫做。自见其身处大众中，恭敬合掌啦，
佛陀这份呢，将内心意呢，说出了微妙法啊，所以大家人真恭敬。所以二说即赞佛，大家人都是安尼来赞叹佛，所以闻法欢喜而为供养。大家人听法了后，欢喜啦，是吼，闻法欢喜吼，啊，大家人呢真赞叹吼，一切的法啦，咱已经法入心来啊，法已经呢刻入心板啦，记忆呢嘛真深啊，所以大家人愿意供养吼。供养佛啊，那供养是用什么供养啊？我听到呢，四合一的清净，这多天来欢喜啦，大家人的发愿啦，就是要传法门啦，弘扬宗门啦，要身体力行，做师父想要做，要爱师父要爱的人。用安尼来供养，这呢是大家人的表达，这叫做法的供养，是行的供养，身体力行啦来回报啦。所以咱现在要供分呢，也是同款，要用安尼的方式来回报佛陀对咱教化之恩呐。所以咱所得到的呢，就是宗持门哦，所以叫做得多罗尼呐，正不退地。那就是爱用安呢来供养啊，众生那会当真精进用心啦、啊，得到所有的法呢，拢心开意解，这是佛上欢喜啦。就亲像师父看到弟子呢，啊，无无人真会当体会心意，讲法讲话听有啦。知音者，阿妈会真欢喜呀！这就是供养，那这大家人爱得宗持门吼，那叫做多罗尼啦，就是宗持一切善法不散，会当呢宗持一切善法而不散，这就是咱的心啊。要回报佛陀，上重要的，那一切善法啊，入咱的心来，无去予袂记哩。咱日常生活，除了做代志啦，哦，我做这个代志，都想着法。我现在做，甲法呢是回合的，这呢就是。宗持一切善法，咱所做以法回合啦，这就是叫做善法。咱令善法不散，会当对的代志，咱永远做得对啦。这就是主持人常常讲，对的代志做得对啦，安尼呢，自然啦，伊就会再接。再厉再精进，这就是宗持一切善法不散。
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令恶不生，因为咱不断地咧行善啦，这中间呢，恶的念头啦，未入来咱的心，咱定定都真清楚，善是咱的方向，咱未用的，搁有偏的岔路，搁再偏对别位去，差之毫厘，失以千里，一念恶生啦。那千差万错起啦，所以咱个心过好好，终其一切善法不散，令恶不生。安尼呢，自然咱就正地不退，这个智慧入咱的心嘛，咱无退转呐，得法清净呐，这。叫做多罗尼，多罗尼叫做中期，译作咱的话叫做中期啦，也就是菩萨。菩萨呢，以中期之法，已经得到这个多罗尼门啦，已经得到中期法啦，持一切善法不退。已经菩萨得到阿弥的法，所以呢，随应一切众生的迷向，开导正信之见。发大心的人，已经得到这个法，自然呢，伊会当入去人群中，随着众生迷茫，唔知影方向要伫倒位啦。菩萨爱伫安尼迷向中的人间呐，去甲因开导，开导出了呢一个正确的信仰，也够有。正确的知甲见，拢总爱会当去体会着，这都是咱爱应该爱入人群中去，这都是菩萨的中持门，持一切善，中一切的善法啊！入人群中呢，那安怎样去弃除迄个恶？众生的烦恼无明啦，咱家己弃除啦，咱爱用方法，予人人弃除，那引导人人众生啦，诶，境界、思维拢是善吼，即佛知佛见啦，佛见一道吼，即就是咱即几工爱讲，那即几工来，大家人爱知。大家人爱行的路吼，那就是佛知见道，那令其灭诸恶心，自行一切善法，灭掉了种种的恶念啦。那身体力行第一切的善法，这呢就是叫做菩萨多罗尼门，所以多罗尼。在经典会常常看到，但是呢，咱一定要去了解多罗尼，叫做中持，中一切善，持一切法，一切的善法啦，咱拢总是真坚持着吼。那但是恶不生啦，那接落来再讲吼，佛知其心啦。深入佛道，即为修己，成最正觉，立善男子，当以来世得无量地佛之大道啊！所以《法华经》内底有几那段修己，
用根基，把根基成熟啦，佛陀就为因受记呀，所以正后受记，好未少人哦。所以佛弟基心深入佛陀，是因为呢，因的心已经开始呢，渐渐啊，佛弟佛见啦，啊，佛的道路已经呢。已经大家人啊，得力侵入啦。所以，佛他心通哦，佛陀了解弟子的见解啦，佛哪会未了解呢？弟子的心想啦，到底心在咧想什么代志呢？佛真清楚，拢看出来，了解啦，了解任何一个弟子呢，迄、那个心的气象。向佛陀的人有深入偌多，真正觉悟，要入这个觉悟之道，发大性心的人，真正是有偌多。所以因为安尼，佛陀了解，就一处一处呢，分提处受记啦。所以第一深入一佛性道吼。知影大家人到底心入一性道到底呢有偌深？那佛陀去甲了解呢，这个人有深入因缘成熟，佛陀呢自然呐都会当为因受记，所以即为受记吼，成最正觉，有时阵梦呢都会梦见佛甲受记吼。但是不是真实的受记，只是跟那心期待佛呢为咱受记吼，这呢啊就是，只要你有心，自然有一天你爱当得佛受记啦。在所以文呢来提讲，逆善男子啦，当以来世得无量地佛之大道。用心啦，善男子就是大家人有兴趣在佛法内底，不管是出家在家啦，统称为善男子吼。那当以来世啦，得无量地佛之大道，只要你的心啦，安尼稳定落来，真正。多罗尼文呐、啊，会当好好中持，持一切善，那这预防一切恶，那会当阿弥呐，一开始慢慢呐、啊、修行，一定呢到来世吼，这就是要甲咱讲，爱耐心呐、啊，爱会当记着呢，那。生生世世，今生法一定要刻铭刻在心的内底。咱那是心半刻深啦，自然呢，在这个记忆会定定伫咧，都入咱的意识的内底。未来啦，会来生来世，未离开佛法，同款。还是佛道中啦，一善道伫咧行，所以既以来世得佛智慧，同款，也阁会当
来世，也嘛是来世不断不断的修行，到个未来呢，还是同款。这是佛陀预先给咱证明，只要你会当这个心念无退转啦，记忆真深啦，生生世世无脱离佛陀这个精智呢，修持一切善啦，总有时阵佛陀也会当受记。这是释迦佛啦，迄当阵就开始呢，有安尼温育啦，受咱未来的记吼，所以讲记忆来世得佛智慧，就是安尼甲咱预育。你即马开始滴落去，将来你嘛会当得到佛的智慧啦。这就亲像咧甲咱受记同款。虽然也阁未甲咱受记讲哦，啊，你已经呢，将来会伫某一个地方去生活，名叫做什么名？虽然啦，啊，也未对这个善男子啦，一一明确受记，但是呢，伫这个所在，当以来世得无量地佛之大多。这就是已经记，记就等于受记同款。记的意思就是，甲你祝福，祝福伫未来。啊，佛的祝福呢是真实的，只要你好好安尼一路的善法行落去，你总是未来也会当得无量地啊，到佛的大道吼。这就是在给我们祝福啦，为这些善男子祝福啦，所以心无上道，这就是证明正报的性。那未来我们离开这个身躯要去哪里，这个一正二报，我们过去一直在说一正二报，下处倒闭到去多位呢？咱的正报、依报是啥物？只要咱这念心地嘞，这个记起、印记，咱未来咱的善法吼，多罗尼门呐，还是爱忠持着，安尼未去或未去哩，直直过吼，那自然会当得无量地，福气大多啦，为得。超过限量数量的佛地，依力无上菩提，这叫做无量地哈。啊，这个地呢是真深呐，所以得无量地哈，也是佛之大多啦。那超过真多真多数量，这叫做佛地。佛地呢？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啊，这叫做佛地。所在的呢是真多，咱慢慢修行，同款呢也会当得到安尼的智慧，叫做无量地。无量地就是佛地啦。佛地呢，在这个大道上呢无退失吼，所以依力无上菩提，啊，因为行这条路啦。那一直无上的菩提啦，所以咱学佛啦，必定呢要好好用心啦，用在当下，法要在记忆中，唔通讲哦，法啦，啊听咧呢，有啦，今仔日我也有听，我无漏气哦，无漏气是逐天听，这个无漏。虽然逐天听呢，是毋是有逐天记？啊，有啦，我有笔记啦。啊，这个笔记呢，啊，有记伫心版里啊无？有刻伫心版也无？这心版刻有清有明无？你那是心版刻伫清，
真深刻的明啦，自然呢，你的这个心板，逐天伫生活中，举手动足啦，开口动舌啦，待人接物，自然呢，你会感觉哦，这个时刻，什么人伫咧做什么款的代志，啊，甲这段的经文是毋是真接合呢？啊，我现在要做这项代志，啊，经文内底呢是安怎甲咱教，咱应该安怎做？应该呢，咱爱真清楚，到底咱是呢对法啦，是八千还是一万呢？哦，一万，啊，咱若有八千呢，都袂歹呀，唔通吼，则一千两千。信其一，不敌其二，咱呢一定啦，哎，好好啊，不断不断进步起来，希望咱会当万，这是圆满啦，会当修福修慧，唔是干那讲烦恼气滞啦，啊，我就是修慧啦，但是你无结众生缘呐。无入灵魂呐，你的烦恼无明，迄、那个真微细的性呢，根本你都无断掉。万一境界啦，那现前也是容易呢失去。所以要修慧啦，都无遐简单呐。何况要修福呢？修慧是在己呀，修福呢是为人呐，在己。都真无简单，何况为人呢？所以咱两行还是爱搁在平齐，法爱求，爱深深呢，铭刻伫咱的心灵。咱日常的生活，心板，咱的刻落来这个心板呐，也会当不断复印出来，明明白白，还搁印会出来，真呢。就是深刻吼，伫咱的内心入灵魂呐，那就是结好缘呐，那就是造福，福慧双修啦，是咱《法华经》呢全部的意思哦。那内底真微细啦，啊，看起来真深，做起来都真简单呐，啊，对的代志做得对啊啦。啊，这简单，持中持门多罗尼门呢？多罗尼的门呐、啊，就是中一切善呐、啊，持一切法，就是所谓善事啦，我拢要做，那我拢要坚持这个法，我要身体力行去付出，这就是中一切善法。对的代志做得对啊！啊，这这么简单啊！三岁囡仔嘛，朗朗上口啊，大家人拢会晓讲。但是要讲到伊的真微细啦，迄、那个多罗尼，那要分析出来，那是真多。这就是微妙的法啦、啊。那分析真深，做真简单，做得对啊！所以咱大家人爱时时伫法的内底啦，将深的法呢用伫真简单的生活，所以爱好好多用心啦。